除了书写古人的诗文，陈坤一也会自己作诗、填词，展现别具风格的书法作品。陈坤一，民国33年出生于新竹县的淳朴农家，从小接受父亲陈义和启蒙，学习书法。新竹师范毕业后，曾在家乡任教，其后参加高考，转任公务人员，在台北市服务，从基层科员做起。民国90年自公职退休，受聘为文建会荣誉顾问。在勤学书法的漫长岁月中，陈坤一正式学习的转捩点，可以说是民国65年在历史博物馆书法班拜王北岳为师。王北岳是当代书法篆刻界导师，擅长书法，精通篆刻，陈坤一很快就成了王北岳实习斋的入室弟子，一方面习字，一方面学刻印。十多年的教导熏陶，让陈坤一收获丰富，也奠定他在书印创作的基础。陈坤一对各书体均有涉猎，隶、篆、楷书皆有所长，行草更是陈坤一的强项和最爱，字体造型紧练，自然而不造作。除了书法方面的长才，陈坤一的国学造诣亦非等闲，不仅书写古人诗文，也会作诗填词，甚至用不同的素材创作，再以行草写下自己的心得，成就一幅别具风格的书法作品。时方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。